苏玉泉，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啊，参与近75周年的一个这个活动，然后很感谢被邀请到这里来，很荣幸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两首歌曲，第一首会带来的就是《说好要幸福》，是我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之一。然后是在哪一张专辑，你们懂吗？偶像派还是实力派？偶像派还是实力派？哪一首？偶像派。对的对的，就是偶像派里面的《说好一定要幸福》。然后呢，哇，今天真的是。OK， 好好，一定一定。OK， 音乐。是啊。